欢迎收看酷酷兄弟特别计划。你今天吃错药啊？对不起，我们今天特别计划要做什么？老师一整个傻笑。是啊，甜美傻笑，你快受不了你！你根本实在太可爱了，你醉了吧？有一点，我刚刚播了那个一身酒味，我现在觉得有点忙。啊，老师，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感觉你们今天真的忙。没有，我很好，我很好，是他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。我们今天要比赛。对，还记得我们刚刚第二个实验。不是摇一摇那个瓶子会变成藍色啊，对，变蓝再变白。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蓝瓶实验。蓝瓶实验，顾名字。对对对，它就叫蓝瓶实验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比赛，因为它其实不一样的配方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嗯哼。那我刚刚讲还记得吗？考一下，有什么东西？氢氧化钠、葡萄糖、豆皮、豆皮。氢氧化钠跟葡萄糖还有什么基蓝？基蓝。好，亚甲基蓝。亚甲基蓝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要加这三个东西。好，那首先呢？我们氢氧化钠呢，我们等一下要把它丢到水里面。氢氧化钠丢到水里面，好。那丢到水里面呢，它其实会放热，所以放热就是会变烫，会要比较小心。OK。所以等一下建议先把它放在我们的水里面，我装了两杯水。好，我们先把这放进去。Okay. 好，只有这个步骤要注意。是的。好，那这里面到底要放什么呢？好，我先再仔细看一下，你看这瓶是不是透明的水？是，它是透明的水，它是透明的水。我把它摇一摇。其实这个学会啊，就可以自己制作魔术道具，其实也蛮好玩的。哦，这就是魔术道具。对啊，其实有魔术师就是用这个来做那个。哎，摇摇就变蓝嘞。对啊，蓝色了，变蓝了。老师，你又成功了。对，我又成功了。好，那其实等一下我们要比的呢，成功关键就是谁最快变成蓝色。哦。然后要变回来。变回来，其实它很快变蓝色，它就会很快变回透明。哦，一个快，一个。它是可以一直重复用的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它就是一直永续的在里面反应。当然它是，你现在看到是它是一个氧化反应，所以当里面氧没有了，你要把它打开，然后灌新鲜的氧进去。哦，它的氧用完了之后就要有新鲜的氧进去。如果氧不够的话，那个水你会看到会有点黄黄的。哦，黄黄不像刚刚那个那么透明。了解，所以这样就换完气了。对，这样就换完气了。量一样是不知道是多少，自己加。先不告诉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氢氧化钠很贵吗？不会。老师，我不用搅。你可以把它倒进去做。我记得在若干集，老师曾经说，你可以有漏斗。曾经说最贵的东西是要加最多的。对。这是什么糟糕的概念？所以这里面最贵的东西是哪一个？应该这个吧？应该不是葡萄，应该是那个。应该是这个蓝色的。亚甲。这几个都非常便宜。哦，这几个都非常便宜。非常便宜。都是便宜货。OK。对。这个瓶子变超好烫。对，很烫。你自己摸。它在反应啊。它在反应。热热的。很烫啊，对。温温热热的。我完全变柳橙汁嘞。哎，对，你变柳橙汁了。我要变柳橙汁，我要来搅我的。看一下，我还没倒进去之前是柳橙汁。对，那我倒进去之后，不知道还会不会是柳橙汁。可是变柳橙汁不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变柳橙汁非常不对劲哎，我的是温的，温的，对，所以我的跟你已经开始深深差异。等一下，先不要加，好，因为那个我发现你们两个比赛第一步就已经那个就已经出错了，就严重落后了，对。要有一点点耐心，我们要等它那个氢氧化钠加了水之后放热完。再加葡萄糖，对，所以你现在还有机会，对。感觉有点室温的感觉了，所以我可以再加一点葡萄糖，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步骤。对，我的葡萄糖呢，想加两匙，但是。你也可以来一点，用那个漏斗。用漏斗吗？对啊，你放漏斗，不然你到时候会那个。用漏斗是不是？哎，哦，没有变色了，这样就成功了。我先把这个瓶子洗一洗好了。但感觉加很多哎。OK。好了，加完之后呢，最后加这个。亚甲基蓝。好，老师，我觉得我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你把它倒进去。这个是你的。对，谢谢。把它滴进去喽。又卡住了。啊，有，进去了。好，我滴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剩下要喝完了，所以你知道你要滴多少吗？好，感觉 OK 吗？剩下可以。好，其实呢，来，等一下，刚刚这个步骤是我们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一个错误的步骤，就是我们只要是拿出来的东西啊。
只要没有用完，其实尽量不要滴回去，因为你有可能在外面的环境是受到污染。了解。哦，所以不能滴回去。所以刚刚那个应该直接当成化学废弃物。对对对。好，那盖上我们的盖子。对，盖上盖子。盖子。现在要决战。决战，来喽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他说可以放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蓝色，浅蓝色，浅蓝色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浅蓝色。再摇，用力一点。你还不够。我的蓝就是这么蓝了。这是白。可是我发现它已经摇很用力，但是它居然却变成白色的。这是我的蓝，我心中的蓝。其实因为它刚刚加甲基蓝加的非常少。它加甲基蓝加太少。其实如果我加多一点的话，那个蓝色会更明显。你要不要再加多一点点？再加多一点吗？对，再加一点加甲基蓝，让你的颜色。我觉得第一轮应该是算那个阿谦吗？阿谦获胜，对。所以我们还有分轮次哦。没有啊，就一轮啊。对，就一轮。所以就是第一轮、啊。第一轮就是最终轮。等一下吧，我觉得你就让你加一点修正的机会，看会不会有机会可以赢过阿谦、啊。好。你看阿谦的其实变不回来。对，阿谦变不回来嘞。会啦会啦会啦，放个十天就回来了。好，你现在也跟他差不多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有啦，我变回来，我慢慢变回来了。还是蓝的，有点有一点点慢，对。有一点点慢，看看我可不可以比你快，是不是？等待化学时间总是非常漫长。好，刚刚呢？刚刚我们的实验里面啊，其实有一个步骤，如果同学要做的话，第一个就是一定要等。那个我们的氢氧化钠反应完，反应完，对，我们氢氧化钠跟硫酸碰到水都是会放热的。嗯，国中的时候我们有做过这个实验嘛？有。氢氧化钠也是，所以刚刚做那实验，你们都没有等它放热完，对不对？就直接加葡萄糖，就直接加葡萄糖，所以就会失败。好，那这是这个实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的蓝色的深浅，其实并不是取决于你氢氧化钠或者是葡萄糖的多少，是取决于你的亚甲基蓝。对，好，那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要让它快速变色。对，其实刚刚讲了，它其实要跟氧结合，对不对？好，还记得氢氧化钠的化学式吗？有人记得，好，不记得没关系。氢氧化钠是 NaCl， NaCl 是那个氯化钠。氯化钠，氯化钠。氢氧化钠是 NaOH， 所以其实它里面没有氧。真正这一个实验里面的氧的来源是来自葡萄糖。哦，在这里。我们刚刚讲它的变色是来自于它跟氧结合。对，所以我刚才说，如果你们觉得不够快的话，可以把瓶子打开，对不对？所以葡萄糖呢是这一个实验氧的来源。那所以如果你要让它的变色快慢，其实葡萄糖的多少很重要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葡萄糖了。对，没错。老师，你觉得看单看我们的配方，你觉得获胜的是哪一方？我觉得其实阿谦获胜，阿谦其实还蛮厉害的。哎，最近我比较淡啦，你放过来，你放过来，就比你晚摇啊。对啊，你就比较淡一点。有啦，我也慢慢真的有变透明了吧？有变透明了，有变透明了。其实这个配方你们可以多去尝试，就可以像我刚刚那个一样，我摇一摇马上变蓝色，然后它又很快变成变回透明。对对对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惩罚是什么？对，好，我们今天的惩罚呢，喝掉它也太残忍了。对，今天我们的惩罚呢就比较可爱一点。哦，可爱惩罚，哦，让它赚到了啦。哦，拜托。我们的那个惩罚呢是，你要把海苔吃在粘在两个门牙上面，然后跟我们拍一张照。对，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好，这感觉很幸福的惩罚哎，很幸福的惩罚，又可以吃海苔啊。对啊，你这个组合也太好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要半熟吃海苔，半熟吃海苔，没错，罚站。太偏了，太偏了，回来一点点。兄弟帮他用一下。不要，我不敢摸他嘴巴，会死，会死，那个会死。这样，好好好，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拍照吗？我帮你们两个合照，对。难得。难得。阿谦，来来来，帅气。什么老师好难得？我以为是每次，就居然是难得。也太可爱了吧！贴在眉毛上，还不错，有日本人的感觉。看这边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有戏。好，一二三，要掉了。还不错。我们要把这张再送出去了。这张也要是要送出去的吗？对啊，又要送给大家了。在这一集的特别计划的计划结束之前啊，宝宝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影片里面，应该会有一个小小的 QR code 藏在我们的影片里面。记得在 QR code 那个地方拿起你的手机扫一下，就会看到一张意想不到的图片。对，没错，送给大家的。制作人的照片，然后。不是啊，开玩笑的。然后这张也是要送给大家，如果你在下面留言，留言阿神好丑，我们就这样是不是太坏了？哦，海苔，没关系啊，就阿神好丑。等一下，
那个桌上刚好都是化学药剂，不要乱吃。哦。好了，就留言阿神好丑，然后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这张拍立得。是，如果大家喜欢这集 episode 的话，也不要忘了在左下角，喜欢在左上角的订阅，随时订阅频道，实时跟最新片动态。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，拜拜，大福。他把整只虾全部炸到酥脆。